楼市焦点。禮拜咧公布咗海洋公園個重新方案啦，就今次咧公園將會咧轉型為咧就係休閒度假區，而並非咧以往嘅主題公園嘅呢個方向，其實定位咧業界嚟講正唔正確咧？又或者就你了解翻咧，其實山下個園區免費開放，能唔能夠吸引到本地或者海外旅客咧？當中取決啲咩因素嘅咧？嗱，即係我分析呢個問題咧，我要睇兩個層次嘅，即係第一就話香港土地係最重要嘅資源，即使話咧，如果佢海洋公園佢本身嗰個營運模式其實維持唔到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兩個選擇，一係咧就將佢唔再做一個旅遊嘅投資啦，即係將嗰笪地其實可能放翻出去做一啲。起樓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反對喎、啊。係啦，或者佢個税收，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其實係做緊一個嘅衡量，就係究竟幾有錢，即係海洋公園基本上即係講得白啲啦，就係、是、一個財政嘅氹啦，你不斷填錢入去。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我對於成個社會嘅效益，即係嗰個土地本身係最大嘅資源，佢變可能係做房屋，佢可以容納到啲人。如果佢當一個商業嘅用途，佢可以有税收，佢可以有一啲可能營運收入。其實我哋稱緊呢個嘢嘅時候咧，其實你講緊俾海洋公園營運本身唔係一個特別好吸引或者即係一個吸引嘅數。咁但係如果個我哋所謂即係半推半就或者被逼地決定呢個地方繼續做一個旅遊嘅投資，係咪繼續去？去咁樣去投放落去海洋公園，呢個就第二個問題。咁如果你講緊而家個方案，其實有一個最立竿見影嘅轉變咧，就係、是、個海洋公園嘅營運模式已經會變咗。咁或者好似之前嘅解説話，即係唔再係主題公園。咁佢最直接嚟講就係個營運成本會大幅減低，因為講緊佢少咗好多機動遊戲嘅一啲管理啊營運嘅方式。第二咧就好多時候，例如下園區變咗一個開放嘅區域之後，俾好多嘅餐飲啊、娛樂去進駐咧，基本上將海洋公園變成一個收租佬，即係由一個營運主題公園變成一個收租佬，收租佬嘅角色。咁所以你講緊喺嗰個我哋講緊，例如納稅人佢係咪要不斷去貼海洋公園營運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呢個風險會低咗啦，固然。咁嗰、那個呢、這個發展會正路，但係我哋要諗兩個問題。第一就話，如果我基本上而家基本上我哋原本個主題樂園就係因為我有一個主題嘛，即係或者我係一個大型嘅旅遊項目，我係比較有策略去定位，我依個主題我做啲乜嘢嘢，我可以吸引幾多人。如果你咁樣斬件嘅時候咧，其實少少睇餸食飯嘅，即係例如舉個例子，我上園區，即係我佢都會去所謂外判一啲嘅項目，咁咧真係你邊個喺個判即係必得贏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啲咩設施。咁你成件事本身嚟講咧，就會係好割裂嘅，即係或者你真係睇餸食飯，邊個必得贏嘅，咁咪會係會係咁樣咯。咁變咗你例如已經好難，你再講係一個所謂嘅有策略性去發展一個旅遊嘅發展咯。不過阿波，我想問翻咧，即係話其實海洋公園其實都負擔，即係肩負住一個所謂保育嘅責任嚟噶嘛。咁所以如果話我哋純粹用一個所謂商業運作嘅模式、商業嘅諗法嚟講，咁咪同佢以前嗰樣嘢係咪有所違背，或者有啲矛盾嘅咧？嗱，以前嗰、那個嗱，依、這個就個社會要做一個決定啦。咁佢海洋公園佢即係不斷去講話，即係所謂個要維持翻個所謂嘅保育初心。咁但係你確實係睇成個發展，佢真係有一段嘅時間係將佢嗰個嘅即係嗰個目標啦，即係變成一個主題出嚟公園。而我哋其實而家不斷嚟講討論啊，即係成個問題，我哋都係有一個嘅前設或者有個概念，就係曾經係一個好嘅旅遊嘅設施主題樂。我哋嗰個年代就好中意噶海洋公園。基本上面有集體回憶㗎嚇，對於我哋嚟講嚇。咁但係即係，但係我哋諗緊。我哋諗緊就係嗰個投資啊，即係你講緊我一嚟佢自己嗰個營運嘅 model。我唔見到已經會繼續啦。第二就話我哋其實係講緊不斷去抌資源落去嘅，即係我哋講緊之前上次五十幾億，今次可能再加多幾廿億。其實依一個係啦，你諗下八十加埋啦，即係加埋咁樣可能即係七十幾八十億。其實你諗下依筆錢，仲要我唔計佢嗰個冇利息嘅收入。即係同埋即係成個地，其實我本身我可以 generate 幾多嘅收入？你諗下八十幾億，
我放在其他的旅遊建設，其實是不是一個更加 value for money的投資呢？這個我們社會或者我們作為旅遊業界是需要去想這個問題的。因為你想想，如果我不是，我是不是 要 all in， 即是所謂 all in 一件事，好像在賭台上面賭下去，所有壓住下去一個原地那裡呢？其實不一定的。即是我們看到很多其他城市的發展，它發展一些深度遊文化的建設，一個文化的 branding， 其實它那個另外一個方向就會是用個旅遊的策略去在不同的地方發掘它自己本地的文化，它那個真實的 character， 同埋在不同細的點不斷去做越多細的所啲有特色的旅遊景點，咁慢慢變成一道所謂文化旅遊風景。咁其實依個亦都係一個旅遊的策略，同埋我哋其實會撇除咗一個所謂將全部嘅雞將全部嘅雞放落一個籃嘅嗰、那個係啦，即係一個咁嘅有咩？咁嘅情況，但係而家我哋香港見到就我哋好 disproportionately 將我哋嘅資源放喺一個原地嗰度，而依個好明顯作為一個正常嘅人，就住個風險嚟講，都唔係一個好明智嘅決定咯。